雷霆动力打破距离，感谢东方雷诺克雷宾对本节目的独家关注。仅三的可见即将告一段落，长沙、上海、横店、北京、临夏、西双版纳、厦门、深圳，我们从八个地方带回45TB 的素材，去讲关于八期嘉宾相处3天的故事。这是一档节目，意味着这里的一切在真实生活中未曾存在，只是它与真实过于相似，便会让这里产生的情绪与你有些许共振的可能。我们想把节目留给对真相保持怀疑的你，对普遍性怀疑，对特殊性怀疑，甚至自我怀疑并享受这种感觉的你。新年将至，近三年可见第一期最后一期，张艺兴。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光临深圳大运中心，会给您提供一个安全、舒适、文明的环境。深圳大运中心提醒您，请持有效门票依序入场，配合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八排在里面。它总有一种滑稽性在里边，尤其是社交网络的环境里面，他自己也没讲些啥，但是大家就是你听不听他的歌，到底关不关注他，都会关注黑他的账号。他的那些所谓的黑点或怎么样的，其实都是槽点，比如说他的名声配不上他的能力，然后他在一些综艺里面有非常让人意外诡异的表现。但是我们那天见到人本人，我们相反是很喜欢他的，然后当时其实就很困惑，那是当时我们一种情绪的共识，就是觉得这人挺好的。就是我想给那天我们见面对他的那种喜欢找到一个更确切的答案。早上好，第一季第八期啊，来该说什么你们快点抓紧，来来说来我听听。雷霆动力，雷霆动力打破距离，感谢雷诺克雷宾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走，师傅，我们在美丽的深圳，我们走吧。到吗？哈喽，嗨，你到了。辛苦你了。没，不辛苦，这每天都要工作的。你说你昨天到几点啊？没，昨天12点拉闸，现在为了针对我不让我练完了，他们12点拉闸。OK。那上面有一条。哎。
我们本来有一个人要来的，就因为签证问题又没来，没能来。你们今天要排整场是吗？对，就现在就开始了。Let's go, let's go。跳舞就是有活力，就和我们这种死气沉沉的节目组不一样，又开开心心的。下一个是啥？哎，不是，我们就话筒，你们还是得有东西。你吉他也不能连，你话筒也没效果。哎，但是我的那个队形它老少了一个角子，你知道吧？这个是什么时候可以解决？我跟一开始说的时候是主意，可能要去掉一个人。这现在拉冷，那个，你准备好了再喊开始啊。饿不饿呀？饿吗？点点东西吃啊。我一会儿去找东西吃。你饿不饿？这楼下就有吃东西的地方。什么？这楼下很近就有吃东西的地方。什么？啊？日料你喜欢吗？我一会儿去呗。啊？那你也没吃啊？我没吃啊。这是进行到多少了？就是热身而已。啊？热身而已。你看我也没有带麦，也没带耳返。就只是热身了。OK。那我在这儿吃了。知名女我在玩游戏，我在玩游戏，得买一个东西，它那个上架有限时的，对对，它是等于是在一个公示期。OK， 然后我要等它那个公示期。什么时候啊？还有十分钟啊，所以我刚刚跟他们说，我说我还需要十分钟等一下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就要就反正你就一直待跟我待在一起，多无聊，我们就待着。我一会儿上完这个，我还要去上一个小课。那小课练什么呀？练舞蹈，就怎么把舞蹈跳得更好。对。还有几分钟。哎，你确认要关门吗？不用。还有七分钟。哪个呀？这个。这太多人喜欢这个东西了。你别站我后面，我紧张。我不敢点这个购买键。两分钟、一分钟。哇，这个几分钟怎么过这么快？要来了，为什么还没来？完了，来了啊、哦！哎，求你了，快！恭喜！哎呦，我真的，
我真的腿脚发麻。你上台前都没这么紧张吧？那没有，那没有，上台前也紧张，只是不说而已。好了，安心彩排。Bye bye, guys. Bye bye. 不好意思啊，我就当做你们不存在的。好的，最好是。这就是我的生活。你内裤露出来了。也不是提那么高了。哎，今天早上被叫起来的时候，我还非常大的睡这个什么起床气呢。嗯。反正早上来的时候，感觉你就没有很开心。对啊，因为昨天晚上跟那个聊事，跟那个工作人员聊事情聊到好晚。几点？六点吗？今天早上六点。对啊，就根本没睡几下，又被十一点钟又被叫醒。那你今天晚上能行吗？能行，男人不能说不行的，哥。其实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体验一下我的生活会怎么样，应该很无聊吧。哥，你一般在家都干什么？我吗？对啊，就看个电影，听听歌。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就也啥都听。啥都听？那你听过我的歌吗？今天是第二次。有没有你喜欢的歌 ？Honey， 那是我最喜欢。就只有 Honey 啊？哇，那其实命中率还是很低的哦。比较俏一点的，慢慢的，慢慢摇的。其实你可以期待一下我马上要发的第四张专辑，哇，那里面的歌哦，要掉了？不会的，这叫 balance。那你再 balance 一下。太，这个东西啊，所有东西都不能过头，太过头的话就容易掉下去。老师们好了。可以走了是吗？拜拜。嗯，可以走。卡都可以。啊，好嘞，来。这开机了吗？开了是。我看一下。开始了，开始了。啊，对，已经开始了。他的那个声音还在跳。啊。老师听这一段会崩溃的，耳膜出血。谢谢，你别叫我哥了，我比你小。真的？你小？不会吧？我93呢。不可能。我看他大是吗？我觉得你90的吧，哥。啊？我93呢。是不是？92。他真的是93年的。哎，你占了我这么久便宜，你又不叫我哥。都不叫哥的。都叫老师，哎，别，老师，张老师更老了，我真的。哎，哎，老弟，
你吃不吃那个？你吃不吃火锅啊？我们去吃火锅好不好？什么时候啊？我当然练完了。一会儿啊？对啊。可以啊。也不是不行，可以啊。你们喜欢火锅吗？但你要吃哪家？我不知道，我就吃海底捞，我一般都吃海底捞。那我们就去海底捞。好吧，那我们联系。好嘞。其实我现在有一个，我有一个自己内心里特别困惑的地方，就是我其实不知道我正在看的是一个什么，就是我其实很少有这个感觉，我现在看的是一个什么，就是我现在看的是一个明星，然后他是个演员，他是个歌手，他是一个舞者。他是一个偶像，然后你感觉他很努力，他今天也没有怎么休息，而中间他有时间吃饭他也不吃饭，这是他应该的吗？还是我需要为此夸奖他？还是说在偶像这个身份里边这就是他必须的？我不知道。所以你到年前没有什么休息日，你就是没有休息日，是不是？你说实在是你想搞两天休息，我觉得应该也能弄出来吧。啊！但是你在休息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那个心里其实会有，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恐惧，就是莫名的恐惧，就觉得自己没有吸收东西，不管是舞蹈也好，还是看书也好，读书也好，听书也好。我每天都要逼自己去学东西。你最近还在听吗？听啊，我没有断过。这节目一播出来几分钟啊？你猜？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上下。但是你们觉得这样，就是两天三天足够了解一个人吗？我们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底线，其实三天是最短最短的时间，就不是说三天看任何人都够，那不可能，但至少他有很多行为或者他有很多想法是你能够懂他，然后我觉得能懂就已经挺不容易了。我不知道能否接受。如果了解一个人只需要用三天的话就好了。你对了解别人有欲望吗？我有些，比方我比较好奇，有性感兴趣的人，我也想了解。就像比方说你喜欢一个女生，你就算喜欢那个女生，你可能跟她聊两句，你可能就没有下文了。为什么呢？你就觉得真的没有时间，你不了解，你真的不了解，就起步好难啊！从你自己喜欢到你想把这句说出来，我喜欢你这句话说出来，其实要好大的勇气，要好久啊。哦，你是这样的。哦，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就是很好像不是很自信吧，就在这一块。你有什么不自信的呀？哎，我就讲的难听一点，凭借你要真的你喜欢谁，你把他讲出来，这事儿应该没啥难度吧？啊？对啊。你也把他这东西想得太容易了吧？你喜欢谁就说嘛。你是最近有喜欢的是吗？没有。我有点困了。
你上去吧，老师。啊，我叫他吧，没事，我叫他。哥，可以走了。啊。你完全睡懵了，我是吗？好 ，gentlemen， 这个是什么锅啊？这个是，这是牛肉汤，牛肉汤底。嗯，我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节目真的很好哎，你可以跟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打交道。那倒是啊，就能接触各种有意思的人嘛。那这就是阅历啊。哇，这么一想真的太没有经验没有阅历了。这块煮多了。我你吃啊你吃啊我吃不下。你这样还有。所以这么长时间有什么时候或者说哪一个事儿是你觉得粉丝让你失望的吗？哦，那还真跟演唱会有关系哦。嗯，就我假唱，就我假唱整场，其实我真的是真唱了。彩排完了第一天所有东西都弄好了，我们觉得好了的时候，嗯，我们唯一一个没有 check 的就是音响，就是我的话筒的声音出来多少。然后粉丝跟我书信，而如果你真的唱不了就算了，也别开什么演唱会了。嗯，于是乎呢每一次我就喜欢就是只要唱，我喜欢喜欢拿这种手麦。嗯，就是我拉开了我就真的没有唱。嗯，我拉起来了就真的开始唱了，就很容易比对上嘛。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真的想灵魂出窍看一下张艺兴的演唱会。你想看的是什么呀？就到底这舞台到底有多炫，到底有多炸，到底有多好看，我真的想感受一下。我其实今天对着我们的机器我讲了我自己关于你的我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我对机器说，我说我不知道当我在看着你的时候我在看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应该用怎样的角色和视角去看待你。你觉得突然吗？哦，就比如说之前我不是不是，刚刚我们好像聊得还挺浅的，突然也来个这么事的问题。我在想嘛，我这么半天在想歌手演员创作人偶像这个东西还又不一样了，偶像其实还又不一样，就啊，我就一瞬间就会，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可能是我们老一辈听到的，这个比你早一点的这一辈听到叫影视歌三栖明星，你听过吗？啊，我觉得你的模糊来源于是我本身的这个职业属性来说的话，更多的人大部分人听说他是极限挑战，我知道张艺兴你这个人，但是我并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因为你没有一个好的作品。音乐还是影视，你都没有一个完全打入别人内心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你可以这么去想，就是一个你去看一个从一个小镇青年的一个成长史吧。就是以前我是也是在这个长沙嘛出生啊什么的，嗯，然后慢慢的去到国外去打拼，然后再回到国内来，然后一步步走过来。你去看一下，就是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可能你会看到更多东西。你觉得你幸运吗？幸运啊，非常幸运。然后你害怕过这份幸运溜走吗？应该已经溜得差不多了吧，还能抓住点尾吧。我觉得我的这个演艺生活就像烟花烟火，大家会记得曾经在哪里看到过烟花，但不会记得这个烟花到底长什么模样。嗯，所以你在努力的想要做出那个作品来改变这个现状。真正好的大众也真的会喜欢。嗯，这是一个
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嗯。你是不是累了？我吗？我不累啊。嗯。还有多久啊？来了。张哥早。早。其实都下午了。天不早了。哎，睡得好吗？我今天稍微稍微好像睡得久一点。感觉你今天还行，比昨天强点。昨天是真没睡。时不利兮，追不逝。一首京剧，该下歌。早，大爷。啊，是这样子的。Magic， 好的。圣诞节就会想到自己非常想念的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念的人？我有一个非常想念的人，我要跟他打个电话。来，哎，一共就这就马起两个哟，得。张老师在里面吗？嗯。Hello。乌龙茶。你吃点东西不？什么呀？你先吃吧。我跟他们一会儿一起吃。那你一会儿带妆就是正常脸上该画的也都画吗？我以为就是今天只是穿衣服而已。要试设备。嗯。这体育场多少人啊？怎么吃那么急啊？不麻辣泡？嗯，不麻辣泡。辣泡呀。
这是他一个正常的状态吗？对，因为其实他从起来到现场可能一直都是在工作或者怎么样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会玩玩手机啊，放空一会儿。对对，但其实这样时间也挺少的，其实一天。我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在那儿大家都不敢说话，都不说话，我好累哦。就也没啥情况，他就本人单独找了我一下，跟我交流说，可能有反应说他表现的比较不说话，比较沉默，然后就会有效果上的担心等等的，就他也在不断的确认我们这个节目是要他怎样，是要他有一定表演性的，他可以，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给他那个信号嘛，就是你想怎么样怎么样，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所以他该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就是现在这样。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会觉得他是不是情绪不好或怎么怎么地，所以就会比较在意这个问题嘛，也会不断跟他工作人员确认，然后他的工作人员可能也被我们这么问多了，就会比较矛盾，所以他们也就跟一星确认，一星说就没有啊，就是他完全没有不开心或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他太忙了，但我刚觉得我还挺喜欢你，他会直接说，就叫直接教育说你有什么事儿。咱俩当下把这事说清楚，你的需求是啥，我的需求是啥。但现在就是安排满，你就是没有办法坐下跟他聊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然后你对这个事情会焦虑吗？其实我觉得怎么着也得走近一点，但实在走不近我也能接受。来腾讯新闻，关注仅三天可见节目官方账号，获取最新节目资讯，参与仅三天可见话题讨论，与网友交流你的看法。来微博，参与仅三天可见话题讨论，看明星社交实验，和微博网友边看边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斯达帕特，回复仅三天可见，解锁更多节目幕后故事。上知乎搜仅三天可见，聊节目话题，发表你的观点。辛苦了，辛苦了，明天见，明天见，加油。加油！今天会好的，会好，会好。拜拜。这个久违的感觉，那驾照好考吗？好考，对你有驾照？哎，我之前考驾照我就没考过，我就心里都有阴影了。但我在想，就是这不是录最后一期吗？录完我就考个驾照呗，就考完就开雷诺克雷宾，因为这推背感真的太强了，我坐着就好开心。我在想，就是有人喜欢开车，就是因为这感觉。但你没有驾照，你就体验不了，那遗憾，你知道吧？张艺兴闪光明天发光磁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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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艺兴闪光明天发
两站的，但是最低老师。成长，成长，三八五十。一样要一个吗？那就三十。对，四十。三十。没有，我有个底价的，穿不上。底价是出多少钱成本呀？有，行吧啊。Hello， 三吗？哟，按摩呢？你不用摸，我卡那边你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走走走走走。给我进门玩一下，爬到不？爬到爬到。就是我们现在把那个这个地方的 showment 改了，然后他现在要去跟导演组沟通，然后我现在还要跟他去拉着他去跟那个展机的导演在对面，他问我说，就是他这是你，你对这个产品满意吗？有点意思，还给我，这是花钱买的，太可爱了。来，比啊。直接右手边拿手上台，你上台，你上不上台？在台下，我坐在粉丝边边，就是看他们表情状态的时候，啊，那个对我来说是新鲜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简单，就贼简单，就是他们喜欢那个人，然后就来了，坐那儿，然后就尖叫呼喊，
他们一晚上可能记不住任何一个 dancer 的样子，他们眼中只有那个张艺兴。谢谢你们，好人一生平安。爽哦，舞台上蛮开心的。爽，这一下了舞台又纠结开始了。你纠结啥？我你下台开始到现在我就止不住笑，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想笑，就开心。就看到大家所有人都开心 ，dancer 也开心。其实我们团队绝大多数还是第一次以这么近距离也好，或者说就这么认真的听你的作品也好，然后大家听完之后就说哦很好，我真的很努力很用心的做音乐，不信你问林哥，我真的就是真的起早贪黑就做音乐，你们喜欢就太开心了。你可以把机器给我，这个街道还蛮好的，这好漂亮哦。如果你要是作为买票的人，观众过来看这个的话，你会觉得值吗？我会买第一排。你们说点实话，真的吗？真的吗？嗯，真的。真的？你会怀疑这件事吗？不会啊，就不知道别人买了张票过来看会不会觉得值得。爷爷看到了吗？看到嘞。你不觉得老啊？啊？他不觉得。保险里没毛事。好看得不得了。那我就进来啦。好。啊。你怎么还突然沉思了？沉思了起来。没事吧？哦。你要不要停一下，给你们看一个视频。黑粉就有一个称号叫做白莲花嘛。嗯。其实我一开始我想说，有没有办法可以豁达一些，就是怎么的，但我觉得我没啥可豁达，你懂什么意思吗？我也没做错什么事情，你就黑来黑去就是什么有痘，脚短，头大。他们说你吃草。就拿你在综艺里的一个梗就一直在说，你说我在那个大冷天别让你去放羊，我已经把那羊喂饱满，喂满一次了，嗯，服了 PD 要我再过去喂一次，我说为什么，然后他的肚子没鼓起来，你说这不扯的吗？他说羊吃饱了肚子会鼓起来，哎，你们听说这是什么？不知道，我已经喂完以后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所以我一开始是给他做示范，我说你吃草你快吃吧，肚子吃鼓起来。
迷之剪辑，剪辑是我来吃草。你觉得这几张专辑风格变动，或者你自己觉得你音乐风格变动大吗？大啊，你看什么音乐没有？我说实话，我有点困惑啊，嗯，因为什么风格都有，所以我很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你，或者说更鲜明的你吧。觉得就是因为市场这么大，其实音乐的种类有那么多，大家玩的都差不多了，那为何不开创一个新的种类大家一起来玩呢？所以我说 M-pop 这个概念就是 mix， 找一个最好的结合点。那我其实一开始提出来，我说可能是用中国的民族乐器，他一开始可能会捏一个四不像，但捏着捏着可能就好了吧，先捏着呗。我的想象就是你应该一张专辑都是这样的。哎，第四胎就是这样的，就是非常非常强调这个中国元素。对，我会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对，就是你在强调 M pop 的时候，它得用一个方式去呈现嘛。你二胡也行，琵琶也行，埙也行，否也行，都有。对，然后这就会让人觉得有识别性嘛。哎，明哥，音响在这儿吗？在这儿。你装一下吧，我给你听一个。我做的一些中国风的音乐啊，我天，这是个多少个轨道呀？还好。进行的这种，感觉酷酷的。这是笛子啊，对，笛子啊，然后还有一些弦乐啊。这些是插件来的吗？全都是一个个的音色。音色。其实它一个其实就这么长，就这么长。然后你要把它加一些什么特效啊，要 EQ 啊，就是你要挂另外的 boss 啊，不挂 boss， 它是这样的，挂了 boss 以后，听到没有？它就有层次了。这又是什么东西啊？哇，我真的好多歌真的做的我都不认识。哇，抱歉，这可以当手机铃声。我觉得今天在讲音乐，他有听进去，并且有动到他，就是他会眼神突然间亮一下，这个反应其实是我跟他平时聊天你们看不到的。你说他音乐好，他就高兴。比如说你说，哎，你今天这衣服真好看，你今天真帅，不重要的，就是他就会哦，还有吧哦。但是你如果就是说你音乐真好。然后我很喜欢，然后他就会特别特别的高兴，然后他就会这样，他就会觉得说哦，真好。你们在没有见到我之前，你们觉得我的音乐都是自己做的吗？说实话，我听说是你自己做的。你别说听说，你们感觉，你们觉得会是我自己做的吗？现在不一样了，感觉。你之前为什么不信呢？这很正常。就是我的印象里，我觉得这个歌不是他自己做的，就是甚至可以，就是甚至是他不用自己做。对，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个意思。不，但是我觉得就是一般，就像我有时候说吧，我跟别人说我的歌自己做的时候，一般很多人都不会难以置信，是吗？不是难以置信，是觉得不可能，你肯定有人帮你做，你不可能自己做。你看难不难？那个编曲是我一个人。那行了，我们今天走了。打扰了，不打扰，不打扰。欢迎明天再来啊。好呀。林星哥晚安。晚安。我们走了。谢谢你哦，明天见啊。辛苦了，谢谢。拜拜。辛苦了，老师。拜拜。今天我想用最后一点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个故事。
大家跟我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拜佛》。今天唱《外婆》这首歌什么感觉？哎，今天唱《外婆》这首歌呢，一开始其实下午彩排的时候，其实已经就不行了，就没法唱，真没法唱，你开口就不行。但晚上呢，还是那段视频嘛。那段视频为什么想跟大家分享呢？因为我跟大家说，这是一个我的故事嘛，我跟外婆的故事。我们嘛，外婆想来看我演唱会，我骗她说让她先跟。先把身体养好再过来看、其实他根本来不了，然后就突然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场景，因为我在陪外婆帮她守夜嘛，可能凌晨三点多吧，四点多她突然醒过来说，哎，那个张艺兴啊，我说，哎，你唱首歌给我听吧。哇，你说那时候我能唱得出来吗？就是你知道了，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外婆他说，你唱首歌给我听吧。唱不了，开不了口，真的开不了口。我陪了他大概三天吧，三晚上。开不了口，到厕所去，先哭完，准备给他唱歌的时候，他就睡着了，他闭上眼睛，所以我在歌里是这样写的。那你当时给他唱了吗？他一醒来我就给他唱了，哪怕他不认识我。你觉得外婆需要你的成绩吗？不需要，他需要我身体健康。外婆告诉我的好人一生平安。所以我也把这句话送给我的歌迷朋友们。对啊，好人真的一生平安的。那要你总结2019，你会觉得这是怎么样的一年，好还是不好？2019对我来说是蛮大挑战的一年，然后也是给我蛮多新鲜事物跟各种各样经验的一年。挑战的点是？挑战对我来说，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我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很多时候我会很自卑。我希望去通过找自己的方式去了解如何让自己自信起来。所以你在这一年找到了一些。多多少少有一些。今年有遗憾吗？有特别明显的遗憾吗？没有。哎，没有。哎，我没有什么很后悔的事情，但是我会觉得有一些比较可惜的事情。诸如比方说以前的采访，那个时候像一头倔驴一样，叫都叫不回来。那个老妈跟我说，别采访了，你别少说点话，你别说了。
我说没事儿，我说我就挺好嘛，别人我觉得记者朋友也不容易，我说就多说两句呗。嗯，结果就说到后面就发现有很多坑。嗯嗯，但这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是坑，但是对记者来说可能是他们需要的点。嗯，然后这些点你发酵到网上就变成了就不一样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就变得嘈杂了。嗯，你今年会不会思考这类事情思考的格外多，就关于嗯各种声音啊等等啊这种。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你们就是适可而止，大概有一个适可而止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对，一个程度吧，或者希望他们能够适可而止。对对对对对，我不是打了很多官司吗今年。哎，这小孩其实也都也不是说什么特别坏的孩子什么的，你知道吗？嗯，就是可能就是觉得他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他可能就想要做这个。嗯，那对于我们艺人来说的话，如果实在是你们实在是想要这么做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呀。其实你们是很被动的。对，我们对吧？就是当人家真的其实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艺人来说的话，我们是可以逃避的，我们可以逃避的。不好意思，我把那个软件卸载了以后，我啥都看不到。嗯，我外面天空依旧是蓝色的。嗯，但是苦的是我那帮工作人员。如果就是你对面坐着的我是某黑号本人，你会对我说什么呀？或者说你有什么想对我讲的话吗？你如果实在是这么做很开心，你可以少继续这么做。我很开心啊。那就这样吧。对，那就这样吧。这没办法。存在即合理。又来。哎，真的存在即合理。但是大家会有不同的方式来面对这些事儿，就是逃肯定是一个，嗯，解释也是一个，然后自嘲也是一个。就有的时候现在不很流行吗？就比如说我拿一个点去攻击你，我顺手直接把这个点捡起来往自己身上放。我也想这么做过，但我不知道我查自己啥。你知道我知道什么意思吗？嗯，你们说的那些点，比方说腿短，我没有说过我腿长，是吧？啊，我不是说我硬要说一个这个事，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说过我腿很长。我一般说出来话都是，对，就是事实啊。嗯，所以我会跟团队说，我说那尽量不要让我采访，因为可能我说的东西跟大家想的可能都不一样。啊，你懂我什么意思吗？所以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三天可见还有个这么宏大的采访，还搞一个这么大的棚来跟我采访，我吓了一跳。我天，有点意外是吧？有点意外，在房间里。对对，我以为就在房间里踩了。嗯，我们团队那一天在工作室见的你第一面嘛，我们所有人都特别特别的高兴，而且大家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同时间很喜欢你。大家原来你们来每个艺人都说这句话吧？不是，然后我们其实是比较意外的，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就挠头就在想，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喜欢你。然后前两天聊了一个答案，可能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你的状态不是一个我们想象当中的偶像的状态，你多了一些真我们就喜欢你，你再多一些我们就再喜欢你一些。因为首先第一个这个节目它只有三天嘛。嗯，三天其实如果我要跟你遮着眼着，其实很多东西你也不知道，可能你还是能问得出来吧，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既然要参加这个节目，你要好好我觉得是这样，要不别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好好做。三天你能看到的最真实的我，我也会生气，嗯，我也会甩脸，但我也会开心，我也会兴奋。所以我希望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让你们可以更加快速的。因为我们觉得你敢，有的人他当然这么想，但是他没有那么敢。我从2019年开年参加吐槽大会开始，嗯，这十个月我的天哪，你只要翻网上的搜张艺兴这三个字，嗯，你可以搜一大串骂人的，嗯，这个攻击的力度啊，这不是一级两级，嗯，都不一样。嗯，它真的不是一级两级，嗯，是非常的强大。但是它这个攻击的强大呢，也把我的这个心脏的承受能力给练就了。嗯，就好像觉得说，那时代你们要骂你就骂吧。你见得多了，你就会变厉害。你变厉害了，你怕的事情就少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啊。嗯，就有时候，就像我那个时候学打拳、学拳击嘛。嗯。
我学完拳击以后，我感觉就是我到这里到外面走也不是那么怕了，你知道吗？就是你懂我什么意思吗？就是走的都有很有自信的那种，实在是你有问题，实际上要解决问题的话，也可以分分钟也可以解决，就地解决问题。我觉得就好像你说的那样，我觉得那句话是对的。就你见得多了就会越强大。你说从小到大你都有一个概念，是别人家的孩子。对，就是你很在意这个说法。就永远就你听到老妈说隔壁家孩子在干嘛，隔壁家孩子在干嘛。你妈妈是真的会说这个话吗？你这怎么不相信呢？到现在为止都说你看别人了，塑料普通话嘞，你看别人了。妈真的是吃喝骨头汤喝这么大一碗，你看你咯，连不喝汤，你想想喝汤这事儿都得比一比别人家的孩子。然后后来那个喜欢喝汤的朋友，后来我爸开始要做料理了，我就把我那朋友叫过来了，1.8米的个儿，1.86米，朋友就喝那种你叫面碗吧，那个时候以前的面碗这么大一个碗，是他喜欢喝汤嘛，是好嘞，来吧，喝汤4碗再没来了，我不去了不去了，喝不了，喝不动，喝不动，连喝汤都得比。然后你就我会觉得你可能是慢慢接受了这个设定，就是好像总是不愿意比别人差这件事儿在推动着你做所有的努力。对，也还是有粉丝的对我这些支持吧，就是他因为支持了你，所以不想让他们失望。你会不会觉得这些要求和这些期待会牢牢束缚和捆绑着你？家里人告诉你别人家的孩子很优秀，现在你有粉丝了，粉丝希望有底气，就是总而言之大家都是各种各样的期待，你们不觉得这些期待对你的捆绑还挺深的吗？它是用鞭策。你就只是尝试着去积极的理解这些事而已，对吗？还行吧，这就是鞭策啊。你不觉得烦吗？有时候会觉得说太没有生活了。我会比较不负责任的认为创作跟生活有很大关系了，你没有这样的生活这岂不是比较空洞吗？说就写出来的东西。那你怕不怕这种情况的发生？你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找写词人吧。这倒很务实，你知道吗？你给我这个答案的时候觉得你非常之可爱。那不可爱的，你不能经历，你也没法经历，你经历你就不能停下来吗？距离停下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就觉得对啊，你就拿跳舞来说，你跳舞也不是跳得最好，是全中国最好也不是啊。你是一个能听进去批评的人吗？只要你批评的有道理，我能听进去啊。但是如果你就是乱喷的话，就不管了。那你，比如说近两年，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人对你的批评，然后让你比较，就往心里去了？也不是说批评吧，说的一些比较事实的话。你愿意分享吗？是杨天真，他是这么跟我说，他说你做所有的事情，你都不考虑成本。你都不考虑，你不考虑回报，你就不按照你自己想做的做。你知道你音乐缺少什么吗？音乐缺少共情。他说你缺少共情。对，因为你们就像你说的一样，你没有生活，你怎么去体验别人的情感？你每天就是在埋在那个练习室里面，就是练的要吐，然后你又去做的要吐，你又把变成一首爵士神曲又怎么样？别人听不懂你要讲的这故事是什么，我们没有人听编曲，我们听的就是这个歌要跟你讲的故事。他这话伤到你了吗？不伤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像一台创作机器？创作机器，我觉得我像个机器，但不知道这个机器是什么。我反正是做一切跟音乐有关的事情。但你说它就是一个音乐的创作机，我觉得也不一定。你想成为这样的机器吗？你想成为只要原料不断输入，然后结果就可以不断产出？你想成为这么个人吗？
哦，想成为一艘航空母舰吧？怎么解？海陆空啊，多方位作战。多方位作战，嗯，的意思就是什么都行，嗯，是吗？反正就是多学点东西吧，艺多不压身嘛。嗯，总该有你有一个东西是你最热爱的吧？比如说就是音乐。那其实一定程度上你可以为了音乐放弃点啊，舞台，舞台，你为了舞台能放弃什么？生命。你听我那首 Hold On 那首歌吗？嗯。我要创作真挚 favor song， 紧握舞台一个梦，嗯，不怕困难，千锤百炼到巅峰，嗯。I will sing your favor song， 直到最后一分钟，直到生命结束，下台一鞠躬。嗯，很酷的啊。你没有想过退休？退休？退休？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等我再做出一点比较耀人的成绩吧。我觉得现在还不够，不足以让我的粉丝那么，骄傲为我。你觉得现在还不足？不足。难道粉丝不是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骄傲吗？无论你干什么，他们都能在里面发。希望给他们更多的底气。你觉得你不够？嗯，不够。还可以做更好，还可以做一点点努力，看看行不行吧。嗯，我不知道那个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的，就是你会说啊，我要过气了这种。这不正在吗？我没有这个感受。人气不就是这样的吗？反正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到就是我是慢慢在我在走下坡路。嗯，你焦虑吗？不焦虑啊，这干嘛焦虑啊？但是你就希望，我就希望就可以带来更多好的作品给大家看嘛。就如果人气也下降了，作品也不行了，各方面都不好了，那结果就是拜拜。新人的出现会让你紧张吗？或者新人的涌现？当然多多少会有吧。你会从这些新人身上看到曾经的自己吗？嗯，不知道哎，可能他们也并不想成为我吧。不知道，他们可能有更好的偶像和他们的标杆在那儿。这是真心说法吗？真心说啊！你想成为张艺兴吗？你看张艺兴每天这么活着，你觉得你想成为张艺兴吗？我不想，我希望我一出生就高富帅。就是如果真的能含着那个金钥匙或者天赋在那个样子，能不努力是最好的。其实，我也一样。嗯。我真的，哎，我哎，各位，出场，我就所有的舞都能跳。我站在那舞台上，我所有的舞都能跳。嗯，我个一米八几，嗯，是吧？我长得还帅，我不用化妆，我就是 real 就美就帅，是吧？我又能跳又能唱，我什么都，我努力干啥呀？啊，还有富可啊，最好有钱，从小就各种。嗯，想的是很开心哦。嗯，我每次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啊，嗯，要长到一米八，哦，我要长到一米八五或一米八二、八三，我说世界是我的，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是，真的，但你长不到。其实确实还挺不一样，但你长不到。我知道，没事，我也跟大家说过了，我说我腿短，不是那种高富帅，另外一波。你觉得你这个人算是有趣的人吗？不算，无聊透顶，糟糕极了，实在是受不了自己了，哪能这么无聊？你觉得自己无聊？无聊啊！就反正可能是，可能是因为成长的过程了。嗯，我成长过程就一直在练习学习，练习学习展示，练习学习展示，也是这一路的经历给我，让我有一个。很难转变的思维叫做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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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展示好了，做好了东西，嗯，自然有人会喜欢你。嗯，你发现自己有不适合的东西吗？不适合谈恋爱。真的，因为无趣，性格无趣，脾气不好，对，还要每天工作就是见不到人，对，见不到人，然后你还要每天练习。嗯，我说真的，谁要是以后跟张艺兴好，真的。嗯，你有过不理解粉丝的那一秒吗？就是市场吧。嗯，而且他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心理的依靠嘛。
比方说我们可能依靠的是梦想，那可能粉丝从我们身上的这些行为或者是言行举止，他们能够吸收力量，互相的影响跟互相成就吧，你不觉得吗？你觉得自己担子重吗？哎呦，这一块确实有点担子有点重，因为我没有站在过你的处境，所以我不能帮你下判断和下结论。如果今天粉丝对我的一个指望是这样的一个指望，然后这个指望明明显显我是无法达到的，我就压根儿不会按照那个去，所以很好，所以我心里压力就会很低，我就不会有什么包袱，我没啥负担，虽然我也没啥粉丝，就可能是工作属性的差异。没有没有没有，你觉得是不是不都是一个都不一行业的吗？你不就不也是娱乐圈的吗？多少吧，但哎，自谦了自谦了，那你这个那你也是娱乐行业的，但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娱乐文化行业奋斗的年轻人，我的天哪开玩笑咋的？你有的时候讲话特别有种大哥的感觉，我可喜欢你这样了。别别，你也很有趣。导演问我那个会想了解你这个人吗？我想了好久，我真的想知道，就是你也没跟我对过话，你就安安静坐在旁边，给我足够的尊重，然后也给我买东西吃，陪我一起坐在旁边吃东西，然后问我一些很简单的，可能对了一两句话，就这么一天过了。我在想你到底要采访我什么，我真的非常好奇这个问题。就都在这儿呢，其实我现在只有最后一张了。其实我觉得你的问题真的非常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就是真的很怎么讲，很温柔，这些问题问的真的很温柔。我还有最后几个问题来。你在意快到三十岁这么一个状态吗？男人至死是少年。我相信现在不在乎，我相信现在在座的所有人只要没有过四十岁，觉得自己还青少年，不是吗？我们还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没干的，我们还有很多想干的事情没干的，不是吗？你们都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吗？不会吧，我们还正当年呢。好，如果不计后果可以任性的去做任何一件事儿，你会去干什么？告诉你个真话，我看了 Joker。是啊，是我跟你说的对吧？对对对，我看了，我甚至在流眼泪。你是不是受这个电影的影响受太深？那不会。你觉得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公平吗？不公平，不公平，你不能求这个世界公平。你这求这个世界公平，那没天理了，那不行，那不行，那你真的就活得太沮丧了。对，它就是不公平。但老天对你还蛮好的。当然了，我是非常幸运的。对，但如果你一定要求公平的话，那我觉得他可以把我腿长再加个三公分，就更好了。那就更好了，那我就觉得好公平。开玩笑，开玩笑，是非常好的，非常好。我最后一个问题啊。你站上格莱美的舞台上，如果是领奖，你的获奖感言是什么？不是，你这被搞得我突然一下兴奋了。大哥兴奋了。不，还没想到那去，我就先想想，然后到时候看看是不是这么说的。你会说什么？如果在国外领奖，首先应该谢谢祖国嘛，对吧？然后才是谢谢那个主办方，然后再谢谢我的粉丝，然后谢谢我的团队。你别玩哥，你这真是感觉你在玩我。但不知道你先还没到八字没一撇呢，你先把事儿做好了，我先把事儿做好了，先别想。你在想这个的时候，你的手都开始抓凳子，然后已经肩膀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你已经开始紧张了，烦，已经开始想了，烦。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邢老师。哎，辛苦了，谢谢你。第一面见他那个感觉又回来了，喜欢呢。如果一个三十岁的人并不像一个三十岁的人，他可能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但是一个快三十岁的人不像一个三十岁的人，又有非常多好的地方。
就是他的快乐就是那么大，然后他需要的就是那么大，他抓住了努力和梦想，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证明这两个词是错的，所以他能抓住什么就是什么，只要他也在努力吸收，疯狂的吸收，但是他就是单纯，我觉得。但是我们就在犯一个低级错误，就是我们在拿人在做对比，我们没有拿作品和作品在做对比，我们在拿人和人做对比，这个事儿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对比的时候，你总是在拿他最弱的地方在对比人家比较强的地方，然后试图证明一些什么。看到一个人才能决定 love or hate， 然后我们八七不全是 love 吗？这不很明显。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为什么是我自己在？我在讨好嘉宾，我在功利的，怎么怎么地？我没有在干这样的事儿，你们知道我也没有。但是到最后，你都莫名其妙就都蛮 love 的，就是这些人真的都很可爱。人的斗争和人的争端和人彼此的不理解，是依赖于种种关系下的不理解。今天其实张艺兴说的很对，就是跟三天你可能只是通过这个视角了解到我这一部分，这是他的一个担心，但其实这不是我的担心，而这反而就是我的目的，就我能看到什么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我更想起眼前的人能够在一个对话里被层层盘剥之后留下的那个样子，是里面的那个核是真相。我更相信眼前的人说的话。嗯，我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自己长得特别帅吗？是啊。第二个是，今天聊得开心吗？开心啊。第三个，在演唱会上的笑容都是真笑吗？是啊。好，那问题完了。哎，我这问题你问的这么柔和，我的天哪！你觉得我跟你想象的一样吗？一样。我真的是很 open 的人哦。是，你喜欢我的歌吗？不喜欢。哎，你这个是假的，肯定是假的，这个不用想了。你这，感谢联合电影平台腾讯视频，感谢战略合作平台微博、微博台网、微博综艺、特别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吃的合作媒体知乎、合作媒体 QQ 看点、看点视频、QQ 浏览器、天天快报、橘子娱乐、超级星饭馆、偶尔闪送、考拉 FM、闪萌合作自媒体会火、芒果妈妈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